请问这是小姐？好，丹丹先生你好，我要自我介绍，我的名字是姐姐，我今年31岁，我的身高169公分，我的体重64公斤，我信仰佛教，我现在住中边，我中一年是叫我来的，我留很乐，我有两个女儿，我有两个兄弟姐妹，我是排行第一个，我有一个妹妹，我以前工作在台湾产业照顾阿妈，我在那边每天工作做家事，扫地拖地洗衣服等衣服打扫房子，我不报告，我不吃猪肉，但是我可以煮猪肉，谢谢。好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的名字姐姐。你今年几岁？我今年31岁。你的身高？我的身高159公分。你的体重？我的体重64公斤。结婚了吗？我离婚了。有没有小孩？我有两个小孩。你以前在哪里工作？我以前工作在台湾产业照顾阿妈。阿妈有没有生病？我阿妈中风。啊，你在那边做什么？我在那边每天工作做家事，扫地、拖地、洗衣服、等衣服、打扫房子。你怕不怕狗？我不怕狗。你吃不吃猪肉？我不吃猪肉，但是我可以吃猪肉。如果你去香港，谁帮你照顾你的小孩？我妈妈。好，这样子可以了，谢谢，拜拜。好，谢谢，拜拜。